请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我怎么觉得那个焦糖好像会被吹下去？好奇怪啊，刘仁宇是什么？刘仁宇是一个人啊，人名。哦，我还以为我没有打错了。可是，那他的歌，他的歌是那个《心跳的证明》。哦，《心跳的证明》是他唱的、哦。没错，我都以为是 S H。哎，其实有时候歌红人不见得红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要改成在室内了，我们改成在健身房拍片，在这边拍有没有比较舒服啊？舒服太多了，没有大到无所谓，还没疯，还好分手快乐，谁的歌？梁静茹。心跳的证明呢？谁写的这首歌？那首歌是我写的。我刚刚是用歌手在想歌名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我也是用歌手想。还有艾薇，艾薇不对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想的是艾薇儿。好多、哦。阿飞的小蝴蝶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这些歌全部都听过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个甜甜唱过，法郎 A。哇，好久没看到这个人了，张栋梁，超久没出现了。我们都是很有名的。